去。看谁出去比较快。他的刀还是我现在很好奇，他的刀会不会割到那个车，还是那个车会把就是直接取消那个？我觉得他的刀会把车取消。OK, game one。这个双刀。刚出去买药的时候，有跟Billy聊到一些 Steve 的东西，他说 Steve 在挖矿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Yeah. What? 然后就是那个状态确实。Yeah, 其实如果你可以阻止 Steve 不要挖矿，他其实就很多东西啊。对。可是他只要放放放，然后开始挖，像这样子，对，像这样就很难。把钱丢 ，Minecart， 不过我觉得他的这个挖矿应该对他比较短期的影响。Yeah.差一点就是被他的重点在不行。我觉得刚刚 B 蛮想要Perry 有看到他是想要Perry。Okay. 那个 Tyrant Down 也超大的。对啊，半张地图。对，真的是超远。最好的 Spike 还是算了。我觉得是最容易打到，最容易打到的 Spike， 因为他是很，他是整个，对，整个这样半月这样，这个对，连这个是 Spike， 啊，别人的还都还吃得下，对，他还是这样，对，假如你在这里，然后这样，什么 Soft Spot， 啊，就好，整个刀的旁边在手而已，可是你要怎么到手？对啊，你刀这么长，你要怎么到手啊 ？Oh my God， OK。Okay. 现在 ult 优势，那 Billy 在囤积。那赛币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特别。看到可以看到 ult 给的压力值的。Oh my god！ 爬速太高，再加上他的怒气。Oh, oh my god! Oh! Oh, nice punish! Nice punish! Oh my god, 我刚刚差点直接加 Billy 一分。Oh my god, 这个 punish 超赞。And yeah, of course, 一个 down there 就打到了。Oh, 还差点 Enderman。好，快！Oh my god！ 我以为 Billy 会转身抓 ，Jerry 摸，哦，直接接到了，而且那个有被 nerf， 听说有被 nerf， 但是看不出来。对，我也发了感，哦，爆炸！直接把 TNT 直接捂死了。他没有在怕了，他 K-pop 直接整个都不见了。对，真的是直接不见。你 spot 到差点。OK， 两个 perfect， 哇、哦，这一个陷阱，那不错。现在是67八，这还是有机会。如果 Enderman 拿到 diamonds， 这就不等了。好险哦！那个塞币很容易就可以把很多方块拿掉。对，你看他很 no take hand， 然后又是很很安全的可以把方块。而且Mithra够快，给 Steve 压住。Yeah. Oh my god， 这个 ult 刚刚 match 到，就是刚好会在平台上面出来，然后就也滚。Oh my god， OK， 刚刚直播 lag 一下。好、oh.。我刚以为他刚刚卡在自己的塞子。对，很有耐心。很有耐心在等。现在真的是双方只要碰到一下就直接把对方推死。其实，Mithra，Oh my God， 失败。哦。哦，这是 DM。Oh my God！Oh my God！ 天哪！
太可惜了。Yeah， 那个 dash tag 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触发，可是有点 choke。可能想要 read 吧，就觉得他会。Yeah. So close. Very close. Yeah. Okay, is Sammy's both five? No, both three. Both three? Sammy's both three. Okay. 好，现在知道这一场是both three。OK， 这场对 V 来讲很关键，打哪下这个？西施会哦，他现在回到他的 main character。Yes。还有期待一下，很久没有看到，但是他今天有出现。他今天打 Easy Call 抓的，又是 Easy Call 啊？可是他那一场 SD 了两场。哦。我去。哦。Okay. Air back, air back, air back. 哦，那combo那个真的是很赞，赞的超。我们就会拿到大手。对啊，现在直接钓鱼啊！哎，不要跨过这条线哦，让我揍你！很危险，很危险。Oh my god！ 哦，他用变身，对他用变身去躲那个线，对他躲那个线，对。Okay.不错，因为他变身很像 Spot Dodge， 超多 Spot Dodge 的角色，大概有五十个 Spot Dodge， 超多的。给他，再给他那个、啊、那个 Bayonetta， 对啊，被不见，还是拼时间这样。给一个 F 哥，哦，这个小狗就没了。这样，这样，对，把你勾过、啊。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说帕拉斯团应该是游戏里面最强的。我还是觉得应该，我还是觉得是 Joker。我觉得还是有缺点。对，还是有缺点。他们。哦。还是真的觉得西队的那个赛车应该是要穿透，因为他不会穿透。而且他这样子是因为为什么怕？先改这个点子，赞。把 my car 的不然拿去给西施对的、啊，把它放在那里钓鱼竿，钓鱼竿直接有死。Oh. Oh my god！ 他刚刚 attempt 那个 boost to combo， 对，是没有打吗 ？OK。Oh my god！ 那个用滚的都 F kill 都要打得到。对。哦哦哦！太可怕。哦，超可怕的，那个狗超怕的。OK， 哦，好屌，对对对。Oh, oh my god， 在抓。Oh my god。哦、oh, ，为什么洛伊都没有出来？他拿刀去把他的炸弹打掉。对对对，猜这样。哇，那个钓鱼竿真的好。很强。对对啊，就像这种情况就没办法抓。对啊。哦。他刀是收的。Ulti 很 patience。Oh my god！ 那个双方现在要进入 Q%。Yes。Even game， 而且这是一个 low tier versus 一个超级 top tier。OK。Oh my god！ 可以。Smash punch。还不错。他直接一个 side B， Oh my god， what？ 没有 take this 的。哦，没有，他刚刚想要放过，可是他没有，他好像忘记在右边。对，这样就要。Oh my god， 这个刀念，如果打中的话。哦哦，一个 SD， 他好像对他 side B， 然后 air dodge，、好像这样。其实也算是 para。他们 recovery， 他们 recovery， 对，不是 top tier。可是我还要说，没有小一个那么长。对，想一下 Ganon， 还有 Will Mac， 对 ，Dr. Mario。可是不是像皮卡丘或是 Pac-Man 这样 ，Yeah，Nothing crazy。是他们做一个版本。对，我还是觉得很可惜。我还是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对，因为上次也上个3.0说是做一个版本。对啊，他们这样。我真的觉得啊，真的要给那些 low tier 更好。
至少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一年会更新一次吧，还是怎样？对啊，我也希望六个月。对，至少有在更新那些 friend data。对对对，没有角色没有关系，我也满足。对，第一次看过没什么好处的，应该打一些 platform 的技能，然后 up smash 错别了，可以一直看到就是 Ulti 给 Billy 的盾的压力是很大，好大。Oh my god！ 不过 Billy 也很聪明，就是不想要跟他硬打后手，他会保持他的距离，对，利用他的角色的优势吧。他们在讲那个 Evil Finals， 然后就是 Smash 4有两个 Fairnet， 他们在 Grand Finals 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不打，然后他们就站在那里，然后就一直 debate， 那是 Evil Grand Final，Evil Grand Final，Evil 对 Evil Grand Final， 全世界最大的格斗比赛，对。冠亚赛，感觉超丢脸的，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就是论天堂刚好有来看比赛，好干，然后他们就觉得难怪论天堂想要办比赛，他们说没有，大家都不是打格斗游戏，not like this。OK， 西斯瑞可以把这条命很快就收掉，对，只要再中个 one good hit， yeah。Oh my god！ 有了 ，OK， nice。Alright， 现在是 even game。Even game， even game。大家要想办法保持这个游戏。OK。Oh my god！ Nice punish。那个塞币有点危险。对。Oh， 还可以到 snap。Let's grab it。What the？ 他直接 foresight 一个 projectile， 躲他的时间。太扯了！我整个刚刚也超肯定。我看他说我怎么？他到底 foresight 什么？刚刚好像有 up tilt， 还有 void 吧？ Yeah。Nice punish。对。那个动作就只能就是要这样子判了，对，因为他的 N leg 是很超严重的，对。那个 dash tag 刚好没打到，其实你可以看到角色的优势。Oh my god！ 他直接是 Oh my god！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把他们都收掉。Oh my god！ 我忘记西斯威有 pocket。Yeah， 他可以把射来的 projectile 收进 pocket。这样西斯威超强。Yeah。可是他很稳定的一直 reach。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说 Pyra 的赛季可以反应，我觉得没办法。我觉得很难啊。我觉得超难，我觉得你一定要踩。应该不算是没办法。很难反应，对，很难反应到，因为我目前没有成功的反应。对啊，我也没有成功过，但是我也很少在、我都是用猜的，就是猜他这时候会上。对对对。Oh my god， 这些 parry。Oh my god， 一个 down air。Oh my god， 他是 low recovery 真的。Oh my goodness。No。这个有可能会决定这一场哦。Nice， 直接 poke 他 ，nice。要回到场地中间 ，OK。Oh my god， 哦 ，nice dash attack。Oh，OK， 还没有 kill draw， 还可以。Oh my god， 他差点就 call 到。背招。Oh no， 可以。Oh nice， 刚那个 spacing 还不错，两边都在用一个很正确的选择。Oh my god， 那个大傻了，他没有收到吗？没有，他那时候在塞地。刀啊，那刀。Good game。那个 platform 的长度 zoom in。这一定要去海南。看一下那个刀到底多长。